记得刚开始看到你的时候，觉得天哪，这女孩子怎么那么天真？天真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然后有的时候坚持一些事情，我都觉得好傻。可是认识了、差不多一年了吧，我有时候觉得啊，从我现在感觉，我觉得你好可爱，因为我觉得、有些事情我们看起来很傻的事情，可是你却坚持了下去，我真的很恭喜你。还有谢谢，艾瑞斯在日本要过得比台湾更幸福哦。艾瑞斯，幸せになれますように。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ね。これからもいろいろと。今天可以来这边沾沾你的喜气，非常高兴。祝福你们两个永远幸福快乐。好，谢谢。艾瑞斯去日本要比台湾快乐。艾瑞斯一直没有跟你合照。因为我习惯都是李子会送一张照片，然后会写一些感性的话。可是因为一直没有跟你合照，所以就没有送给你。我会很想你的，跟你工作很快乐，谢谢。其实你嫁日本，我真的舍不得你。可是我觉得你在日本会过更开心。我希望你不要太逞强。有难过的话就大声的讲出来，骂福田什么也好没关系。如果他欺负你，你就打电话给我，我随时可以飞到日本去陪你。好，你一定要幸福哦，艾瑞斯一定要幸福哦。如果他欺负你告诉我们，我们会替你帮忙。拜拜。对，卢杰瑞，卢杰瑞。艾瑞斯很高兴认识你这个同事，坐在你的后面的位置，你替我纾解了不少压力。那希望你一直都这么幸福，谢谢。我是我的小女人记忆那个啊，我今天啊很像嫁女儿般那个，哇，有着五味杂陈的心情，然后很开心你和富田终于结为连理，然后不用每天在。只是透过 email 或者手机和富田联系，可是又很担心，就是你在日本能不能适应，然后觉得很烦恼的、很替你担心。毕竟台湾和日本的习俗那些都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女友和老婆是不一样的。等一下，我在哭。然后加油，我知道你可以，你行。然后可是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你的健康，你再怎么忙也要休息，再怎样应车也要想一想富田。然后因为今后你的人生不是只有你自己而已，而是你和富田，你们两个是生命共同体。然后是离不开，然后切不开也分不开的，是要一起扶持到老，是到老的时候也要牵着手一起散步，也是要坐着，也是要一起坐着摇椅相依偎的伴侣。然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以及富田。然后你要永永久久多幸福哦。一人一半才是一个伴。加油，记祝你新婚愉快。你即将到日本去工作，也即将成为在日本作为人家的人妻，要注意自己的健康，还有要快乐。哪天去日本找你，你要幸福哦。谢谢。我是佩君，就是刚才 DVD 太感动了，我都要哭了。然后我去日本都没有交到日本男朋友，现在真是你在台湾就遇得到，真的是超幸福的，一定要幸福哦。就这样，拜拜。哎，还加这个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OK， 静怡要幸福哦。Iris， 然后你真是一个很好的人，然后希望你可以一直这么幸福。嗨，反正就是祝你幸福好吗？然后要加油，去日本生活一切都要加油。那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找我们的姐妹聊，没有问题的。MSN 等你哦，拜。G
记，希望你那个可以空我们一点都滚吗？然后希望你都能很幸福，很幸福，很幸福。嗯，就这样，谢谢。Hi Iris， 我觉得我看到你，我就看到幸福这句话，我今天终于看到了。然后谢谢你跟我讲说，看到心爱的人就会脸红心跳这件事情，我一直不太敢相信。今天我也相信了，希望你在日本很幸福。还有，你欠我法国一张明信片，赶快寄来给我。Iris， 哎呦，你念的去。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在上绘画课的时候，然后认识你蛮久的，然后祝你看到你这么幸福，我们都很高兴，然后祝你一定要一直幸福下去，静怡要幸福哦。好，赶快说啦。好，艾瑞斯，谢谢你在我来到怀宁的时候给我很多帮助，那也很恭喜你终于达到你的目标。是。嗯，未来还要继续努力，生一个日本宝宝，加油加油加油。艾瑞斯，2010年终于把自己嫁掉了。一定要幸福哦，不用再唱 Kiss Goodbye 了，不用再看月亮哭了。那个偶尔还是要回来找我们喝咖啡哦，然后要记得做家事，这样才会幸福。哦，在家里办 coffee testing， 然后只能穿围裙哦。嗯，拜拜，一路顺风。拜拜，就是恭喜，终于把自己推销出去了，真的很恭喜你。干嘛？你不是扁青哦，欧同学，欧同学。就是我们两个的关系，你现在也看到了，就这样。艾瑞斯跟富田，恭喜你们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那今天的东西很好吃，蛋糕也很漂亮。最重要的是，艾瑞斯今天真的很瘦。那从富田的中文越来越好，艾瑞斯的日文越来越好，也知道你们真的非常水乳交融在学语言。那也希望赶快生一个小宝宝出来，加油加油。嗯，艾瑞斯真的很开心。嗯，很开心，就这样，拜拜。艾瑞斯，嗯，你一定不知道，就是我在怀宁的那一段期间，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。然后，等一下，我要哭了。嗯，就是，恭喜，恭喜你。然后，真的很谢谢你，就是陪我走过那两年在怀宁的日子。然后，希望你跟富田就是会很幸福哦。艾瑞斯刚刚看完前面那段之后，只有一个感想，就是要当台湾的女婿真的很辛苦。然后希望你在日本的时候啊，就是可以好好的对待富田，要幸福哦。亲爱的艾瑞斯，恭喜你跟富田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一定要生宝宝哦。艾瑞斯，看了你的影片真的很感动，很高兴你遇到真爱，那一定要幸福。那富田，你一定要给他幸福，好好照顾他哦。一定要幸福。喂，艾瑞斯，我是小詹。哎，之前跟你同事蛮开心的，这样子，希望你过去日本以后会幸福哦。尽量去争取自己想要的。拜拜。那个艾瑞斯，我是秋富啊，以后就有人一直可以送你回去的啊，希望你会幸福。干巴爹，艾瑞斯。你一定要跟我们一样一起啊，一起幸福哦。阿律师，你们一定要幸福哦。哎，阿律师，祝你永远青春美丽，然后富明也祝你永远帅气十足，然后两个明年早生贵子，谢谢。就看到你们有结果，大家都很开心啊，那希望你们未来就是可以一直这样很幸福很快乐。以上这一句话呢包含了 Apple， 然后 Joe， 然后 Miko， 马丁，还有带那个小朋友去换衣服的乌米，就是一起祝福你啊，就这样。好，三妹要幸福哦。恭喜恭喜恭喜。
去日本玩的时候帮我们找好地方住哦，就要幸福哦。富田太太跟富田先生，恭喜你们 ，Omei Day 哦。很开心可以就是参加你们的婚礼，然后参与你们的就是整个婚礼的筹备过程，然后我也感动了好多次，每一次都让我起鸡皮疙瘩，因为我真的很感动。那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就是你们可以很努力，然后一起互相扶持，然后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多为对方着想，这样子你们的爱情才会长长久久，一定要幸福哦。祝福田静仁跟静怡两个能够幸福快乐，希望塞克大赛呢。早生贵子，我想看你们的宝宝。真的真的，赶快生，拜托赶快生，在日本要幸福哦。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在台湾这边也会当做你的娘家，所以不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你一定要告诉我们哦。嗯嗯，那要幸福哦。幸せになってください。以上です。Hello， 艾瑞斯，恭喜你终于结婚了，今天非常的感动。嗯，你要幸福一辈子哦。嗯，拜拜。到日本要幸福哦，还有我去日本的费用你要负责，以扣子来计算，帮你缝了不少了，要幸福。艾瑞斯，谢谢你把捧花丢给我。对，也谢谢大家不跟我抢，我一定会就是接到这束幸福的捧花，找到一个就是可以带给我幸福的男人。你一定也要在日本幸福快乐的过日子哦。有空我一定会去日本看你，你也一定要想念我们。我真的好喜欢你，好爱你哦。所以希望你跟富田能够在日本幸福快乐。嗯，再去看你们哦，拜拜。艾瑞斯，托米酱，赶快生一个阿卡酱给我们玩啊！今天看到你们，见证了你们这五年的爱情长跑，算是很感动的一次婚宴。那很快的，你们就要换你们来参加我的了哈。先讲好了 ，OK， 拜。富田恭喜，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富田恭喜。静怡、富田，祝你们真爱无敌，一定要幸福哦，而且直到永远，好不好？而且这是一定最好，谢谢。